传统的作物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，古早前天的就没太有事。屏东县长治乡高速三小班第十四班，头些年前就改种新的作物，也榴莲蜜。现在下一步开始打籽了，三小班今比就邀请了一个当有经验的农民朋友来拍演习费，按你所有的扮演，就行下了解榴莲蜜种的技术。你要用做恁当地授粉的昆虫啦。根据自家种十多年榴莲蜜的经验，农友陈连春一一回答三小班扮演所提的问题，仅因为榴莲蜜更加的市场率莫高。是做得太的推广的作物，尤其凤金麦品种的果肉饱满又香甜，具有市场竞争的实力。它好吃就是优势啊！它肉是红色的，果实是很饱满的，它味道呢有芒果的味道。因为大部分农友如已经年纪大的，无适合栽种需要高劳力的作物，故说屏东县长治乡高速三小班第十四班经过太感染参详过后，决定改种人力成本大又唔是喷药的个榴莲蜜，以确保自家空间同使用安全。妈唔是喷药的，所以过安全啦，对俺的自家身体也过好，做农民人啦吼，身体也过好。有无农药？哦。摘出去本人吃的时间，哈，又安全。这个品种哦，其实很不会费工，那它也没有什么病虫害。今家三小班所有扮演种榴莲蜜，大约四百头，初期以强货鲜果市场为主，后来家是种出面积扩大，陆续开始研发各种加工食品，本次级别榴莲蜜也做得充分来利用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